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读书料理，我是廖杰。最近一位外卖小哥他撞到了价值600多万的劳斯莱斯，30多万的维修费谁来承担，那就引发热议啊。这外卖小哥表示，他呢是正常的执行，对方呢是右转，如果真这样，那责任呢可能就在豪车车主那一方。外卖小哥这一类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他们跟这个外卖平台啊没有什么正规的劳动关系，一旦出了事呢，这公司不承担责任，只能够啊你自己扛。如今零工这么一种用工方式呢正在越来越普遍，那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来看这本书《销声匿迹》，作者呢是两位学者，一位啊是人类学家，另一位呢计算机科学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自动化将会淘汰人类的工作，有机构就预测说，未来20年这全球1/2的工作岗位啊都将被自动化呀取代。那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像电视剧《西部世界》里那种跟真人完全一样的人工智能，那叫广义人工智能，那种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虽然在围棋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彻底打败了人类，但现实生活呀比那围棋比赛呀复杂得多。围棋对于人工智能而言，那就是一个数学问题，你找到最优解啊就行了。但生活不存在所谓的最优解，你比如你很难列举出最好的婚礼场地应该具备哪些个特质，即便你列出来了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幸福，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偏好。现实生活中啊这未知的因素太多了，以至于呢你无法训练人工智能使它获得足够的经验，你也无法对所有意外的情况做出明智的反应。人工智能啊还必须得指望人啊，利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来弥补决策的盲区。比如啊你在网上搜这个热门话题，最喜爱的球队，或者是啊新鲜出炉的明星八卦，你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搜索引擎返回的图片啊链接啊它不会包含少而不宜的内容，也不是完全随机的结果。还有你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基本啊都没有暴力图片，没有仇恨言论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内容都是进化过了的？答案是人类和机器啊协同工作，提供看似自动化的服务。这书里呢就举了个例子啊，说美国一位全职的主妇在家里呢，她可以从事一项工作，什么工作呢？就审查图片。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用户会标记一些令人反感的图片，这些图片是否合适，这电脑程序啊没办法判断，还得需要人来评估。这是一张应该删除的不雅照呢，还是无害的普通的自拍照呢，还得靠人来判断。那走到人工智能的背后，我们就发现人类在完成计算机完不成的工作。比如网约车平台优步啊，在乘客下单司机接单的过程中，有一个中间的步骤叫实时 ID 检查，来确认开车的司机跟系统中实名注册的司机他是不是同一个人。人们往往以为这是打车软件的系统在自动识别，可实际上啊由于司机的发型啊胡须啊化妆啊等等原因，会导致机器判断呢是零，完成这个授权确认的是人工啊，他们代替机器做出判断。过去20年最挣钱的企业已经从大规模生产家具服装等耐用产品慢慢转型了，转型为提供医疗保健消费者分析这样的服务。现代人最看重的已经不是产品，而是体验，把一种体验卖给消费者。比如
咖啡厅的一杯拿铁，电影院的一部电影，就比你卖电视机、卖空调这样的产品啊还更赚钱。产品属于传统的制造业，工人轮班，每周40个小时做单调的重复的工作。体验呢不一样，体验它不是过去的流水线的方式，比如实时翻译视频并添加字幕，它就需要人类啊不断贡献智慧和判断力，甚至有幽默。这些任务啊是动态的，而不是机械的重复的，所以你很难把人类排除在外。人工智能啊必须依赖人类的参与，你才能够运行。这是一条新的数字流水线，把分散在各处的工人呢给它汇集起来，形成集体劳动力。只不过呢，这条流水线上运转的呢不再是产品零件，而是一个一个的项目。人工智能自动化的最大悖论就在于使人类免于劳动的愿望总是给人类带来新的任务。那这本书两位作者哈，他就说呀，人工智能虽然啊会接管许多人类的工作，但它始终存在最后一公里的悖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机器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会催生新问题，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智能数字助理，帮助我们管理行程、预订航班，这些简单的工作呀，是由人工智能来满足的。哎，我们又发现哈，它出现了一些新的需求，啊，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工人力参与进来。所以啊，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好消息呢，是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到，人工智能存在最后一公里悖论啊，它不会取代人类，这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啊。我们现在讨论更多的呀，都是网约车司机啊、快递员、外卖员等等这些数字劳动。消费者啊，至少能够在生活当中接触到他们啊，尽管我们也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工作情况，但最起码我们知道。啊，有人在给我们送快递，在送外卖，但有一些工作呀，我们就完全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真正驱动手机应用程序、网站、人工智能来顺畅运行的，其实呢，是人类劳动力。但普通人往往不知道啊，因为这些劳动力啊，往往被故意隐藏起来了。数十亿人每天都在查看网站的内容，使用搜索引擎，发微博、发帖，来享受移动应用程序的服务。我们认为我们获得的服务仅仅是依靠技术的魔力，但实际上是有人，有真正的工人在背后默默劳动，他们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和一些临时工。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说得不那么好听，他们就是零工啊。这本书的英文标题，翻译过来呢，就是“幽灵工作”。啊，这个词啊，就非常形象。脸书网站的审核员、谷歌的信息搜索优化人员，还有迪士尼的客服啊、苹果的语音分析人员。他们都属于幽灵工人，而对于幽灵工人，人们既看不到，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比如，亚马逊公司啊，有一个平台叫“土耳其机器人”，这个名字啊是有来头的。18世纪出现了一种能够下国际象棋的机器人，叫“土耳其机器人”啊，很多人呢就觉得又特别神奇哈，但后来证明。土耳其机器人其实是一场骗局，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装备，而是呢，在机器的木箱子里边藏着一个身材比较小、会下象棋的人，他呀躲在那里边操纵。亚马逊用这个名字呢，本意啊是表明自己的服务跟这种神秘的机器有相似之处，不过
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当年的土耳其机器人不是真的机器人，现在呢，这机器学习也有它的极限。你比如，在图片识别这个领域，计算机科学家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们想训练机器来识别图片当中的主要物体啊，像什么狗啊、人啊、车呀，要做到这一点，它这个需要的这个训练数据啊，就非常的大。于是呢，就编写了一个软件，下载了数百万张的图片，雇了一群大学生，给每一张图片呢、给它打标签。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来推算，这个方法呀太慢了，得花19年才能做完。随后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啊，就开发了机器学习算法，让机器自动来给图片呢贴标签。但发现这个方法也不行，因为机器学习算法犯的错误太多了。那直到最后，他们发现了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分发任务，再支付一定的报酬。最终呢，他们使用了来自167个国家的4万多名真正的工人，给300多万张图片贴标签。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家研发出了一个图像识别系统，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那就非常强大了。在某些这个图像识别方面呢，比人类啊做的还要更好啊。人类训练了人工智能，然后呢，人工智能啊又完全接管了任务，这是不是意味着这4万多工人就失业了呢？不是的，科学家呀又会去解决更困难的问题，比如要识别出图片中的主要物体之后啊，研究人员又要研发出新的人工智能，让它来确定图片当中物体的位置啊，这就需要更多的训练数据，从而呢又产生了新一波的工作需求、工作岗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其中的问题就在于那些给图片做标签的人，那4万多个人，他们是被隐藏起来的幽灵工人，外人无从知晓，他们成为信息机器上默默运转的齿轮。近年来，许多企业呢都在用类似的方法把工人和任务啊给它匹配起来。你可以在平台上找人编审新闻、开发网页、创建移动应用。除了这些跟互联网相关的工作，其他很多工作呢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啊转化。比如哈，结合摄像头、传感器、网络连接，就可以呢进行一场按需手术，就是一个由现场护士和远程外科医生组成的团队，通过机器人完成各种手术，什么阑尾炎切除啊、白内障手术啊等等。当传感器检测到病人的血压下降或者出现并发症的时候，你还可以啊把专家带到手术台前来提供咨询。此外，在建筑和重型机械维修等工业领域，按需工人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你看，有公司呢已经开发出了增强现实的这个设备啊，可以连接现场工人和远程的专业技术师啊。智能眼镜它包括一个电脑芯片、若干个摄像头还有传感器，就可以投射出 3D 地图，技术专家呢就可以远程啊在网啊在线来指导，帮助现场工人修补复杂的机械设备。这个智能眼镜未来啊还可能会成为工业机器人的标配，专业人士呢借此来控制这个机械臂，完成一项一项危险的维修任务。而这些专业人才，他们不属于公司，也不用出现到你这个工作的现场，仅仅是在你有需求的时候，公司你把任务、把项目发布到平台上，那有能力胜任的人呢，他领到任务、领到报酬，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按需工人。在这种幽灵工作当中，没有法律规定谁是雇主啊，谁又是雇员。一些劳动经济专家呀认为，目前的长期就业方式将转变成
一系列短期的合同方式。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幽灵工人，他们夜以继日就坐在电脑前完成不计其数的幕后工作。正是这些幕后工作让我们使用各种应用程序更加的智能。未来的技术和商业不会像电影展示的那样人类消失，机器人统治世界，而是更加离不开人的参与了。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到人工智能带来了庞大的幽灵工作，而这些幽灵工作跟当下的工作方式呢，那是完全不同的。咱们来说一个定律哈，就是二八定律。比如在一个读书俱乐部，只有少数死忠粉这样的读者呢，每次读书会都会出现，因为他们读过很多书，也愿意分享他们的见解他们是呢20%。那剩下的80%呢，是由两种成员来组成，一种是为了感受社群而来的，另外一种呢是单纯来体验的。那么这三类成员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读书俱乐部来说呢，那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那20%的热切参与者，他们才是关键。这种分布的状态也扩展到各种在线社群。你看啊，维基百科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由小部分的编辑来完成的，还有咱这个朋友圈当你更新动态，大部分的朋友都看过，但只有少部分的人会点赞发表评论。这种社交性质就有助于帮助我们看到幽灵工作跟传统工作之间的不同。对于这个传统工作员工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上班，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那作为交换呢，公司你要给固定的员工发工资，提供福利保障。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减少了就业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但幽灵工作打破了这传统的工作结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甚至没有固定工作。你必须呢到平台上去领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幽灵工作呢，倒更像是一个自发组织的社群类似于呢这个读书俱乐部维基百科因此呢，也得要遵守28定律的分布。这种分布之前其实呢也存在于劳工市场，你比如那些自由撰稿人、演员，那都是一小部分人过着体面的生活，更大比例的人呢仅仅是维持生计而已。幽灵工作目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你看有人完成了任务却没有拿到报酬，有人的账号突然就被封，无处申诉。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会投身这样的幽灵工作呢？美联储发布了一份报告，叫《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说40%的美国人都拿不出400美元的存款。如果有400美元的紧急开支那就必须要借钱或者是变卖物品。对一些工人来说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你注册一个账户在家里，在电脑上，这样的工作呢是最快的这个赚钱途径。除了经济上的迫不得已，技术发展那也是一个大趋势。幽灵工作的创造性恰恰就在于大公司它开始依赖它来完成项目。过去公司花了大量的精力招聘员工，还想办法要留住那些优秀的员工。可是未来企业敞开大门，把项目任务发到这个网络上由不同兴趣的提供不同服务的人组成一个社群来做这些项目。这个过程那也是28定律的分布一小组的核心工人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目前已经有一小部分专业人才不去什么固定的公司，而是呢把项目驱动型的任务当成了他的全职工作。幽灵工作就是围绕这一部分人组织起来的。在全球范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
可以分发给这个幽灵工人，大型企业的全职雇员将会越来越少。现在这个就业分类体系啊，是在20世纪30年代确定的，那使得呢全职流水线得以运转，但它呀不一定适合未来的工作方式。那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算法已经接管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那也会产生更多的新的问题。在机器能够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条不断移动的边界，就自动化不断扩张，它不断增加而不是取代人力需求。好，欢迎回来。刚刚说到幽灵工作是未来的一大趋势，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善幽灵工人的状况呢？那这本书啊就提到了一个幽灵工人，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可以赚40美元。乍一看呢似乎不错啊，足不出户呢啊就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按件计酬是多劳多得，也不用受什么老板的控制。但如果深入到他的工作现场，你就发现在机器和算法面前，他们是被困在系统里的，被算法看作无差别机器的。看似自由无拘无束这样的互联网自由职业者，其实呢并不自由，还要承担很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在现有劳动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幽灵工人徘徊在法律保护的体系之外，他们不是企业签订合同的正式的员工，除了计件工资就得不到任何的福利保障，还要承受企业的转嫁成本，因此就必须通过法律的完善，让平台领工获得正式的劳动地位认定。这一点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尝试啊，你像今年2月，意大利米兰检察院和劳动监管部门就判定4家餐饮外卖平台的骑手那就是正式的雇员，而不是什么独立劳动者，就要求啊这4家企业你要正式雇佣这个骑手。英国最高法院也在2月裁定优步公司必须把司机呢视为雇工而不是自由职业者，这也就意味着司机享有最低工资，享有休息时间，享有带薪休假的权益。还比如西班牙劳工部门呢表示将推动制定规则，要求平台公司把零工工人当成正式的员工来对待，提供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在劳动地位的认定之外，有专家表示零工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隐患还不单单是什么大量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更重要的呀是它也加速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啊。新技术为零工创造了给自己打工的假象，隔离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啊。在孤独的劳作当中，劳动者呢无法获得情感上的支持，身心啊都会有这个负面影响，不被看见的边缘化身份威胁着幽灵劳工的职业认同。构建更好的工作既不单纯是社会挑战，也不单纯是技术挑战，它呀是双重挑战。那这本书呢就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全职就业现场工作正在瓦解，逐渐变成在线按需就业，而幽灵工作的环境又是孤立的，把有意义的工作剥离成一系列的任务和一份薪水。但人类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依赖工作的社交属性，与同事建立社会连接、职业连接，才能获得尊严和意义。因此呢，可以打造一个按需联合办公区，就是允许多个人在同一个共享文档啊、电子表格、演示文稿上来同时工作，进行视频聊天、文本聊天，来加强协作感。其次，就应该创造全新的
就业分类。那以前的看法往往是人要么做全职工作，要么做兼职工作，而到了按需经济当中，这种逻辑啊就不再成立了。未来啊就应该转换思路，树立起一种新的观念，没有什么全职兼职的区别，就应该是人总是在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新就业分类的含义看起来啊有点这个偏激啊，但从务实的角度来说呀，这是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必要的步骤。过去一年多，新冠疫情倒逼了商业模式、办公模式、合作模式的转型，这零工经济从业者呢是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权益将如何保护呢？那即使互联网企业啊公开说不作恶啊，也在优化程序，设计平衡雇佣双方的关系，但很多事情并不能仅仅靠口号、靠情怀来解决。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改变了未来的工作形态，我们就应该未雨绸缪，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把就业从幽灵工作的阴影下给它拉到阳光下来，让人们更加公平的、更有尊严的获得工作。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五晚上8点老时间读书料理。